大众闻庆声，各正念，时辰五换，一济公多少量彼来处，二存己得恨全圈应供，三黄心离过贪等为诸，四正视良药未了行哭，五未成道业应受此时，感恩不失处。韩月主透过量子思维，将食物的粒子供养大众法师及未来佛。萨多乃三藐三菩陀，具之乃达之他。唵，哲利主利准提萨婆诃。首位布施者，必获其利益；若为乐故施，后必得安乐。饭食也弃，当愿众生所作皆伴具诸佛法。财法二施等无差别，常不阿弥，具足圆满。这是我们感恩用餐之前的寄语感恩。